主裁判佩雷拉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，跑动能力极强的一些球队啊，哎呦！但我们能够看到，从这个细节，无论是毕竟要把这个空间扯开，不错，对，很聪明啊，很聪明。看看再能不能给过来，到禁区里，莫雷诺右脚打啊，这个球，头球争顶回来，外来跟进的一脚打门，哇，质量很高，要起传中了，后点，哎呦，这个球危险，看看明显了，跟进的一脚打门，哦好，李帅，这个球啊不好，对。李帅之后没有人往里面空当去插，哎，但是这个球给的是不错，扣过来了，哎呦，这一下这个大门、李帅好球啊，李帅，哎呦，这个大门耶厄姆没打好，突然间的长传，哎，给的也挺好的，扣过来，刘若凡有机会，小角度，刘若凡打门，哎呦，好球啊，刘若凡，哇、哦，两边啊都错失了一个必进球的机会啊！刘若凡其实这球右脚一扣完之后，感觉其实破门的概率会很大了啊！波斯光荣无球队员的一个串联和跑动，那这球想给一个身后啊！哎，这边中间啊，有漏人了！哎呦，这球啊！这段时间李帅的发挥至关重要，对方23号英格姆，哎呦，连续起脚的机会，是这应该是手指。来看看这一次的任意球，选择直接打门，哎呦，这脚球波斯光荣打的还是挺漂亮的，九号福尔纳诺利，的确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啊。就于汉超上场比赛面对罗林斯打得非常好，对，要漂亮，看看往里走，这边机会来了，哎呦，这球没打进。那这下其实就是在中场休息我们俩聊到的、这个就是一个变化，就是往中路走了，还是左脚直接攻门，质量是真的挺高的，阿尔免托呀，就是刚上来的第一脚，其实中场休息啊，你说正常应该不会换门将对吧，看看曹云定也换上来了，对，节奏的变化，看看左脚搓起来，挺好的，好球，扳回一个。那我扳回一个。其实崔腾熙是有想法的，但是这个定位球的丢球，他确实没想法。就还是前面那个定球进球啊，对方那个进球没在计划之内。今天这两个定位球，说实话让教练员有点难受，对，是吧？阿斯罗在给，有越位，我感觉。这球给到中间，哎呦，应该有越位，打偏了啊。但这球边裁是不是举旗了呢？看看这边头球后蹭，蹭过来，远超，再起传中，漂亮，后点，机会，莫雷诺，漂亮，2-2，莫雷诺。所以说，你看金明，这就是我们讲了，有变化，但是千万不要着急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个球啊，真的是金子般的进球啊，而且。两边现在打开了啊，有于汉超在右边，他这持球，这就是按照你上半场的话，我接一句，就是波斯光荣这边体能出现问题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比分来到2-2，申花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，再推上来，看看往里突，右脚画弧线，好球，漂亮，3-2，一分钟2球，于汉超。哇，于汉超，我们看今天这个比赛上来之后，确实啊，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啊，这现在有点申花这种福将的感觉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的，你再这么踢下去，背身拿，想一扣，好球，漂亮，防得很漂亮啊，哎呦，这边裁判员是给了一个点球啊，这个球啊，真不能怪穆比啊，这个球他确实没看到身后的人。哎，球员的心态，看看吉尔肯尼助跑，打，还是打进了啊？李帅这边应该是判断错了方向，3-3。